我的快乐。接下来呢，我把一种骰子绝活带给大家啊。这才叫真功夫。好，继续增加难度。双龙戏珠啊，两盘上面有一个啊，双龙戏珠。最奇妙的一点是上面是个一点，是个珠啊。好，又加一颗啊，继续增加难度。精灵啊，也叫双喜临门，送给在场的好朋友啊。好，两盆精灵送给大家。好，在桌面玩很简单，下面我们玩一个离开桌面，在空中旋转365度，然后落下来还是一个造型啊。好，来个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有两盆精灵啊。好，继续增加难度。下面我们换一种骰子啊，拿一种红颜色的骰子比较好看。好，骰子使过了啊，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更绝的啊。三盘啊，送给大家。好，三羊开泰啊，大家还想不想开更高一点的？好了，接下来给大家有一个步步高升啊，先从10个开始啊。送给大家，下面是15个骰子，又增加5个。好，15个。好，接下来再继续增加难度啊。这是一个啊，18个骰子啊，然后有一个一柱擎天送给在场的好朋友啊。
晴天送给大家啊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派克大招募了，只要你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，有一个无处不在的镜头，并随时能记住身边发生的点点滴滴，那么你就是我们要找的派克了。赶紧报名吧，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精彩，还能领取最高1000元的奖金哦。